傻眼欸，越说越完了。看一下标题，轻松。我还在弄那个封面图，等一下、喔，我还没弄好。记录档，记录档，记录档。今天是轻松生存3月23号。记录档。这是哪里的声音？等我一下哦，等一下再来看聊天室。我先把后台那些东西用一用，刚刚才输出好。轻松生存，播放清单，轻松生存精华，更多。Hello， 一晚安，牛奶安安，只能在家玩安安，听儿安安，李呵呵安安，开心安安，肖雨安安，ZOO， John 不是 John 啊、，ZONTING 安安，恋爱预售安安。背面安安，要疯的安安，心安安，好头好晕哦，头好痛啊！没睡，不是没睡好，做噩梦。那现在电脑用过度，现在眼睛超痛。这次轻松生存应该只能捡到最多四部吧，因为前面抽奖抽太久了，抽名单抽太久了。剪片，封面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封面这样可不可以过哎、欸，你们想看吗？图片桌面，感觉这样，因为上次那个我就烂就有那个版权嘛，那我在想，那这个应该这不是版权问题，这个已经是很母汤的东西了。剪片素材，扎图贴上，你想看吗？我是想，这真的是很母汤的哦，母汤到什么程度咧？就是，哈哈，不行，看到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笑。来来来来来，给你们看这个，这个当封面图可以过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懂的人就懂是什么东西啊，不懂的人就一定看不懂啊。不是，是今天的影片真的是这个内容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是很好笑啊！等一下我先上字幕嘛，没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上字幕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有些画面不能让你们看到。没有、啊，有些是有那种合约的图片，什么东西在啊？不是什么怪怪的图啊。像这就是后台他会要一些数据啊什么的啊，合约啊一些东西啊。剪片
片素材，头好痛哦，来不及说声抱歉。我看一下今天的标题是什么？今天的标题。芋泥爸爸、印尼妈妈、林阿妈歪歪，好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、喔，这不是，这真的是，你看他连他预设的封面都是给我挑这张，哎，你看，要么是开头这张，要么是允月这张，要么是其中一个照片，你看，这已经是天选的，不干我的事了。你看到了点点，看屁呀、啊！嗯，我用到哪里了？哦，好。芋泥爸爸。林阿嬷歪歪。芋泥爸爸。然后还有一个印尼妈妈，颜料，芋泥爸爸，印尼妈妈。印尼妈妈用什么颜色？橘色。不是啊，他预设也是那张图啊，那不是我挑的。下听我解释，剪片图哦，干我头真的好痛哦，我会不会真的死掉啊？先把还有个用语是哈基他们家才会有的，什么？林阿嬷歪歪。打一下嘛，你说把眼睛打上海苔之类的吗？找一下封面图哈，等一下哦。嗯，不是加速，我只是拉那个啦，我只是拉那个。嗨、哦，哎，哎、欸，看到，你家里有看到？哎、欸。有，我还是这个啦。我好屌，因为 Ctrl 可以让它镜像反射哦。
的。啊，我再回血，我不怕。酱油是吧？应该吧。我找不到像样的封面图哎、欸。干嘛？先把那个圆仔运过去。啊、哦，有了，我记得我打哈基的字。嗯，但是把有吗？没有人这么恶心吧？有点，这不是台湾的用语啊，那是我。OK， 这个。来哦，分享画面喽。那个，这个。不是，好像字太多也不太好、啊，那就怎么办？这张就不要用了吗？这张放这里。这样子，印尼爸爸，芋泥爸爸，印尼妈妈。所以，打哦，等一下哦，这个往上拉，不，这个这样子。不对哦，新增一个图层，好帮当事人打嘛，然后黑色颜料油漆桶倒下去，刚错 T， 好了，帮当事人打好码了，没事。这张图没有任何叶妹跟允月受到伤害。那他们需要吗？好，就先这样子。那等一下再来玩游戏哦，等我一下哦，另存新档 ，PNG， 存档，确定。不是当事人谁啊？我都有打码、啊，你是死叶妹吗？你是死受害者还是加害者？你要讲清楚啊！不是你，当你们看到画面，你们就会想知道我为什么要上这张图片呢？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看到影片内容啊！不是啊，你们看记录档的话，你们也看得到啊。插播广告，储存，下一步，上一步，新增，于娜安安，储存，下一步，今天下午5点。啊，好累哦！我不知道这样能持续多久，感觉快死翘翘了。关闭，应该都设好了。好了，我去尿个尿，我们等一下回来。我的音乐不是这个。什么下面要打码？你是说整张图打码吗？你是指整张图打码吗？你可以用我能理解的方式讲给我听吗？
我觉得我码的很好了呢，你就这样不好吗？我觉得整张图已经码起来了，那些头都已经被码掉了、啊。我玩生存不小心死掉，然后装备遗失了，结果忘了加载，就没了啊！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回来了，加害者下是下面，到底是什么下面啊？你们到底在讲什么？帮我图片给你们，帮我用了、啊，如何？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？有生殖器吗？没有啊！哎，奇怪，你们是想到哪边去了？他没露点，哪里有生殖器啦？又没包起来的啦！哦，干！你们怎么可以歪成这样？你们真的是哦，我受不了你们了！天啊！我的天啊，你们好脏哦！干内裤就要打嘛，你们是台湾记者哦，还是你们是台湾的电视的那个人员？那娜美的胸部打嘛都是你们害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你们这种肮脏龌龊的想法。那下次请跟我说加害别人的地方打嘛。哎、欸、我怎么会爆音啊，奇怪。我是不是动刀设定啊喂、欸、等一下，好像有点爆音哦、喔。录制音效麦克风等级。哎、欸、没有变啊。2%确定。没有啊，有一群想歪的人啊，让我很受不了。有一群很脏的人在那边想歪，让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剪片。
你看，我原本没有想开车的，就是你们在那边乱开车，越想越气，天哪！不然这样有没有比较好？给你们看，这样有比较好吗？这样子。老吴啊，哎、啊，你不是要一个月吗？难道这样比较好吗？啊？其实哪里有差啊？哈，这拿掉跟这个还在是差在哪里啊？请问，你们那还想歪？天哪！好个头啦，好白目，就完全没有跟鸡有关的东西也要骂。台湾记者呢？天哪！磕个头啦，有没有？滤镜模糊，高斯模糊，模糊强度五。哦，好模糊，好模糊。啊，这样就可以。没有，捷云，我问你哦，捷云，我问你哦，你觉得？你觉得这个好还是这个好？这个是原本的，然后他们说这个下面这个东西要打马赛克，我说内裤也要打马赛克，我就说，然后我就很生气说，对啦，然后香吉士抽的烟都是马赛克，然后娜美的胸部被打马赛克，都你们害的啦。啊，人家就只是肉多了一点而已啊，啊，这些内内要不要打马赛克？就整张图打马赛克就好啦。对啊，你不觉得不用比较好吗？你看加个小鸡进去啊，可是本集内容几乎就没有小鸡，你加小鸡进去要干嘛？不要加马赛克啦。啊，我气的点是这个，我已经把当事人的眼睛马上去，我已经很保护当事人了。Hello， 提醒一下，请你一下。Hello， 繁星提醒一下，因为马上要清明连假，这两天帮我准备一下宣传截图还有数据哦。哦，我都用好了，都用好了。我昨天传好。你笑了十分钟，不是哈？我就说，我找一下片段哦、喔。繁星完整直播记录，看一下哪一几分钟哦，一小时。不是啊，好好找到，刚好找到了，就这一段。来来来，你们看，画面就这一段啊。你看，天亮，你看有没有？都是影月，可以啊，都是影月在被打。你看、啊，有没有？刚好五只夜妹，然后咬影月一个人，所以你能让我不想到那个画面吗？应该把任务区包起来。没，我刚刚抽老百姓，我刚抽老百姓。有吧？我这样很合理吧？想歪的都是你们呢、欸。就你们在那边欧北恭维，刚好五只夜妹咬夜那个咬允月一个人，哦，抱歉。蘑菇俯视图很赞，傻小，我看一下。靠腰啊！我靠腰啊！哎、欸，你没有讲，我没发现呢、欸。我的天哪、啊，你是不是？
看到了什么？哇，不错哦。啊，哎、欸，好容易爆麦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已经把那个调低了、欸，哎，等一下哦，你们刚刚耳朵有爆到吗？我要调一下，嗯。我的电脑，没有没有没有爆，好好好，好，没有爆就好。啊，我感觉今天剪的片段到这里的话，然后这边只剩刚好三小时嘛，三小时一小时半，我这一小哎、欸，我今天就剪到三十分钟了，所以应该撑三集。就差不多了。嗯，上面是荧光石，根本神来之笔，那是小雨放的。来来，我今天跟他玩的时候来提醒他，我说小雨，你上面放的荧光石啊，让杰云想歪了。我帮你在上面盖上粉红色地毯如何？你看，哎、欸，我如果在上面放粉红色地毯，是不是更神来之作了？黑肉粉红色，赞！啊，对啦对啦，那我想想我要干嘛了？等我一下下，我一，反正今天是要用羊毛啦，可是想想还是算了，我要羊毛干嘛？来哦，我要用这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张图是在这里？奇怪。来来来来来，然后聊天室打开，你叫他们自己上去看。没有，小雨就是上礼拜没有那个啊，没有参加到。会弹红莲华吗？不会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就是一直叫我去盖深海遗迹那个东西呀、啊？啊，是不是就是你？拜托，如果会乐器的话，我早就不在这边开台了，好吗？我现在可能都已经在音乐室里面在玩乐器了。搞清楚一点，我是会画画的，我不会音乐，好吗？哦、oh, 靠，不是这一首。嗯，好，没有欸，糟了，找不到这首。全部搜寻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，就都在上面的时候叫他往下看呢、啊。好，找不到，找不到这个谱，好吧，放弃，放弃儿。好啦，练别的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兔窝是不是都说上好了？嗯，什么言文字网站啊？这也太棒了吧！等一下哦，哎呦，存一下。编辑，然后剪片，
颜文字卡储存，惊讶。那个，刚刚他们在贴这个东西，颜文字网站。欸，怎么到现在还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啊？怎么一次把东西全部拿出来？这个问题，都已经2020年了，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的天，都已经不知道多少人在教了，还拍影片了，还在问。爸爸是什么？他是要讲韵你爸爸啊，可他讲话的音就很像韵你爸爸，然后再说要再说韵你妈妈，就是印尼妈妈。马天安安啊，好烦哦。最近做什么事都好不顺哦。问一下哦，我要找繁星四月的简谱，找不到，只有另外一首繁星四月，可是那是完全不同的歌，你知道吗？和弦谱。请说。我连词又不是15秒了，好烦哦！要对面讲话。上网字幕，
我觉得他是搁浅的啦，他动不了了啦。你们怎么觉得？你们怎么想？没啊，结语你要讲什么啊？讲到现在还没讲，俩公诶，讲什么啊？动态回顾，等一下哦，发现我的剪片软体还没关，你是卡住吗？哦，我想说它这个变成雕像，你知道吗？都不会动。哦哦哦哦哦，好大声！感谢小齐的50颗星星。两颗红豆饼只要5块钱，哎，那哭什么？买不到。混音装置 ，OBS， 太大声啦！I booty, I can fly。不是不是，我怎么看到一只蜈蚣在飞？你已经说被吃留言没有哦？我跟你讲，我的。我后台你吃留言我还是看得到啊，你只说什么芋泥爸爸豆沙妈妈糟了想吃红豆饼，对了教主跟你说，那就没了啊。我觉得他快变成雕像了，我说了啊，没有，我这后台绝对不会少留言的齁，我看后台的呢。可是说后台也会吃留言啊，嗯，看私讯又看什么私讯啊？没有哎、欸，真的完全没看到哎、欸，好屌！原来后台也会不见哦、喔。看一下另外一边的后台，哇，太屌了吧！后台也会吃掉的讯息，怎么那么猛啊？还是你根本就是传发送失败，有没有？就像 LINE 那一种 LINE 那一种讯息发送失败，干操安德，乱放乱放东西。感谢风间的50颗星星。
所以要审核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切换账号不是，YouTube 管理员，数据分析，字幕，社群，哪一个团团？哈记的哈记团团的半颗星生存吗？好，关掉音乐。这个啊、哦。突然想起当初一开始教主刚认识你，刚是认识我的时候，啊，就是那个啊，杰克的包皮不是吗？说这个是谁上的杯面吗？为什么这个玉米棒吃了会想咳嗽啊？天哪！武汉玉米棒吗？我每次吃每次咳嗽、欸，哎，刚刚吃了两个。挖沙子那个啊，把吃哦。烤鸭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这，你看，这太短了啦！看你干嘛？哎，你看这，你看，看你干嘛？哎，你看这，你看，你们两个干嘛？嗯，这字幕太短了啦，看看的人马上扫掉。你看，你们两个干嘛？不是，他好像有加胡椒吧？看一下好什么？我当初是说，如果杰克的皮包的话，我可以。我皮包吗？耶耶！我没射到呀！射到！耶！我没。马上抓到抽子，有人被射到了。有人被。我没射到呀！我这边要懒得上字幕，我天！耶！你就昨天看你们贴什么 ？Shift 的 Enter 是增加字。耶！哎，为什么变成 Enter 是 Shift 加 Enter？ 耶！Enter 键对啊，啊我怎么按 Enter 键没有？还是等新增？好、哦、白痴哦！这里，然后这个是哪里？有人被射到了，这里。杰克，耶！还是要打 EH？ 耶！为什么按 Enter 是暂停啊？耶！欸我没射到！我没射到！
杰克。妈呀！然后这边到这里，哦，新增杰克射道，杰克射道啦。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哔哩哔哩啊，后面一贴这个贴图，我哔哩哔哩那一集的后面这一段，一大堆人暴动，看到这张图快笑死了，国王好好笑，这张图也太好笑，把世界冠军耶、yeah! 这样子，真的很好笑。我会偶尔去看哔哩哔哩那边的留言，只是没什么时间可以一直看，很累，没有时间。高兴，什么欢呼之类的啊？趣味点，害羞、无奈、常用、惊讶、惊讶这种，什么好用的啊？更多标签，拽、认真、兴奋哦，兴奋看看，哦，这可以。射到啦！哦，你要说听我解释的吗？听我解释，不用解释。你这太短了，听我解。听我解，解而已就没了，不合格。完了，我觉得这个会审核很久哦。等一下哦。我解释，不用解释，我解不用解释了。我已经把原因都讲出来了。大声一点，因为在这个之前的音量其实是只有一倍而已啊。我之后的那时候不是有问聊天那个留言吗？说音量大不大？因为那时候是整个拉两个音轨。我已经讲完了，你总感觉怪怪的啊！出来了！我已经讲完了，你听到了？解释完了，我解释完了。你这个真的太短了啦，太短不太好啊。解释完了，我解释完了。好了，开台了，开台了。你看，他还没讲完啊。开台了。这边还去开台咯，所以在这里。开台了。请你解释。我没有，我已经把原因都讲完了。啊，就是啊啊！等一下，我死掉瞬间敲钟是不是太刚好了？你跟我说，这叫做上钟。对啊，我被敲上钟了，是不是？天哪！哎呀喂！哎呀！下来。哎呀，下来，那不来，僵尸哦，下来了，太多了吧？看看大家，都僵尸嘛？对啊，我们这里根本是僵尸村哎、欸，僵尸村啊！我们要不要把这附近全部擦亮啊？好吧，这样来做围墙可以，对吧、啊？我觉得之后可以做个小围墙了，不然这个村庄好危险，好围墙哦！这是任务板哦，任务板更新了。哦，任务板更新了、哦。我去看任务板。对啊，老了怎么办？我明明已经12点左右睡了，已经睡到11点58分呢、欸。板更新了、哦。我去看任务板。更新了，好。
是会死啊。任务板，任务板到底在哪里？我突然找不到路哦，这里。你把自己弄得好整齐。找不到路哦，这里。你把自己弄得好整齐哦，是不是？而且你还用绿绿的耶，这样更明显了。哎，我教你哦。通常看的比较舒服是这一句，就是第下面这一行最好是上面那个人讲的话。所以团团，你看哦，像你这样团团在这一行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突然第二行团团跳到上面来的话，其实有点看，怎么讲？看的怪怪的，这样子会比较好啊。这样子，你看，我再看一次哦。而且你还用绿绿的耶，这样更明显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是那个人在同一行会比较好，像你这样团团上下上下这样，不是耶。所以如果团团都要在这一行的话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团团都在下面这一行，是不是耶？而且你还用绿绿的耶，这样更明显了，绿绿的，更明显了。你不是，不是啦，你自己看告示牌嘛。哦，我看到个任务。你想表达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说很明显、很清楚、很棒啊！团团，你刚说什么？我说感谢超级榴莲啊。不是，你说这个绿绿的吗？对啊，你白痴！你现在让他们听到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边是因为哈记那边音效是整个都关掉，那边自言自语都没有声音。你十二点多九点起来，不是我有设闹钟，但是我平时设那个闹钟，我就是设都会响，那个响了之后就起来，然后就开始剪片。可是上个礼拜开始，我就是闹钟开始叫不醒我了，我会按掉之后躺回去，因为真的太累了。我那时候就是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按掉闹钟去上厕所洗脸。但是有一次，第一次开始睡久那一天，就是我就是下有点下不了楼梯，我就想说那睡醒再下楼梯好，又一睡又睡了三个小时。所以睡到十点，十点才开始起来去买早餐、洗脸、吃那个，吃完之后开始开台，不不，剪片。笑了，耶！觐见沙城市。怎么觐见沙城市啦？这是什么？是谁翻译的啦？哎，请问这一段是谁发音？来来来，先不要看字幕，用听的。耶！觐见沙城市，完成。水淹了十。这个是金剑沙城师，天哪、啊！金剑沙城师，金剑沙城师，城师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设那两个闹钟，只会让你越。反正你一定你会有一个这个想法，你都已经设了两个闹钟，你第一个闹钟按掉之后，你一定会回去睡觉，你一定会回去睡觉，反正有第二个闹钟，懂吗？你设那两个闹，像你的手机，有些人不是一次可以设，就从 7.01、7.02、7.03 分这样子设设设设设到7:10分好了，之中总共10个闹钟。啊，你射下去，你一定会回去睡；按下去回去睡，按下去回去睡啊。对啊，你这就是让自己有个借口可以回去赖床的意思啊。等一下我要干嘛？哦，我去看一个东西。等一下，低潮，然后抽蓄游戏。我的三小时，等一下，因为等一下，我这边先看一下、喔。我的天，因为那时候要用那个魔物猎人的，等一下、喔，几分几秒？三小时49分，应该这个吧？
三小时四十九分。哎，不是这个，是28号、29号，晚上28号，3小时29分。没有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这边是他快死掉了，然后我刚好把他炸下来，这样子。很帅，看到这一张，这一张。哎，这个 ，biu。我们3小时49分。今晚喵哈有开台，也有轻松生存，我该喊你去生，看你喽。看你咯 ，see you 咯，铁巨人吗？耶，金剑杀城四完，水烟，这边哦，这样子好了，金剑杀城四，这样子。耶！今金剑杀城四完成。水淹的。哎，你们出任务啊，请出靠腰啊。不要出那些不可能办得到的好吗？铁巨人根本淹不死啊！耶，金剑杀城四完成。水淹的死铁巨人吗？我怎么记得铁巨人淹不死？太短喽。是，淹不死啊？对啊，那要怎么淹？淹不死啊？对啊，那要怎么淹？最后一个怎么淹？我记得淹不死吧？我能体谅话太多，一太多人同时讲话，他那个就 bug， 就下次再改掉，因为这个是聊天是那个丢表。你看这个这样看起来就很难看了。就 bug， 第一段就下次再改掉，因为这个跑到上面来。所以你们还在上的有这种状况，注意一下哦。像是。按林佩怎么换头像了？那个丢表。好，我今天我知道我要干嘛，我要去找熊猫了，拜拜。我要干嘛？我要去找熊猫。好，我今天我知道我要干嘛，我要去找熊猫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要去找我的近亲了。哎、欸，研究怎么从小雨家回去？你手出门有一个水往上。感觉带熊猫回来是不是很麻烦？熊猫可以用酸神签吗？应该可以吧，所以他就这个点这个告示牌就、欸。等一下哦，我爱吃咳嗽玉米棒，看一下哦，我等一下吃下去的瞬间看我会咳嗽。你有出红色斧头系列任务，不过不知道哦，应该是没有出啦，有些做不出来的哈基都是筛选掉啊，有些太人身攻击或是已经有点不好的，就比如你们最常出的是什么？送哈蒂西瓜那种东西，哈蒂绝对是丢掉的。阿克奥，
哎，这每次咬一口都会咳，到底为什么？这玉米粉加了什么啊？橄榄油、砂糖、麦芽、糊精、玉米淀粉、起司粉、食盐调味剂、全脂奶粉、洋葱粉、香料、二氧化硒。就这洋葱粉，这个其实比较奇怪啊，为什么？哎，每咬一口都会咳一下，哎，粉太多，我不知道，哎。我靠！哇！怪不得，哎，这本来是买给我。买给我小侄女吃的，就是因为她不想吃这个，原因是因为就是每次吃都会咳嗽，她很怕。为什么都喜欢命名？为什么喜欢命名一些东西，然后去杀人呢、啊？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自己盖东西啊，啊，就突然被人家杀掉这样子。我感觉就是那种很便宜的那种玉米棒，或是新的公司自己做的玉米棒这种东西。我来检查字幕啊，我这边检查已经30分钟了吧，还在2分钟。可以了吗？哎、欸，啊，你要买东西是不是？对，点它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那个绳子是要史莱姆球做是不是啊？是。没有谁家里有史莱姆球啊？我，繁星那边有。好，你用4颗苹果跟我换。嗯，身上有苹果。可是他不是说是、那個、是、啊，不是说是。自然掉落的吗？你跟别人它要自然掉落呢，所以你要等。哦、好，所以你那个是哪边的声音？是这里声音吗？所以你那个都不算、欸不是欸。我有现成。刚刚是谁？含着撕一下什么之类的，靠腰啊！你在讲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就是你要等哦。哎呦，是这边的哎、欸。自然掉落呢，所以你要等。哦、好，所以你那个都不算了。欸、我有现成酸绳啊。啊？为什么你会有？我杀，也、欸、不知道为什么这那一集我的好像就是有稍微的鼻音很严重，就好像刚睡醒，然后快还是或是哭完的声音。那个啊，有没有讲话就很像这样子啊。那可以跟你借一下吗？欸、我有酸绳哎、欸。你是不是打那个？那可以跟你借一下吗？欸、我有酸绳哎、欸。你是不是打那个？啊，没有啦，就地狱旅骑商人。后面，你后面。可以给两个吗？我想签两只回来。来。我想签两只回来。来啊，来啊。你要签？啊！中了你，我是要吃这个，我是要吃这个。你是不是想杀我？是那个，你是想杀我？听我解释。听我解释。好痛啊！颗星星，我要酸神，不行。颗星星，怎么就要加个十颗星星？反正这边都写十二。来啊、哦，十颗星星。行，好吧。哇，等一下哦，这边字幕其实有点乱。你看团团在二楼。好吧，又被挤到三楼去，然后我从三楼被挤到二楼去，你们这样子很烦哎、欸。音乐杰克，我看一下，好，妈就这个好了。哇，请过来，进来这样子。嗯，用酸绳不行，好吧，哇，那我找你。好吧，哇，那我找你他们回来。他们有哦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上呢、啊？因为
你这样上其实有点辛苦，我懂你在干嘛了。八哇，像我这边应该照理说要这样子，会比较好看。问一下哦，然后这边 enter 靠边啊，对不起，这个删掉，然后这个应该过来这样子。它到底怎么用啊？新增。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贴在这边，这样子。行，好吧，哇，那我知道他们回来了。他们有人说不行，你知道解什么任务啊？啊，我只知道让他们交配一次而已，但是我想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你要跟野外的熊猫，是，但是我想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你要跟野外，就是尽量让那个啦。先讲话的人在最下面，这样看起来真的会比较舒服。对不起，啊，很烦呢，按到 Enter 就出事。因为我知道你要把全部的字幕都加上去，带回来，所以你要跟像这样子哦嘛，对不对？你要跟就这样辛苦一点，这里。这里这样子，然后团增加，所以你要跟这样子，所以你要跟野外的熊猫，没有，我是要看两只，还要让野外的熊猫交配，就是你跟另外一只野外熊猫，没有，我要看它，你要看的，你还要看哦。这样不是汤吧？没有啦，我当我拿摄影机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摄影机啦？等一下，我拿摄影机，出点心那个我记得，我有记忆，不过忘记。你们在聊什么啦？我看一下你们在聊什么鬼东西。话说，诸位有造一个动物，它喜欢吃粗点心的吗？你说吃点心还是粗点心？颗星星也很好笑，就十颗星星就好哦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有状况发生。鸡嘛，对不对？他享受。哇！还你。记录下。哇，你的这个，看哦，他享受。这里。他享受。哇！还你。哇！还你，要记录下来。还你，要记录。还你，要记录下来。还你，要记录下来。我要把那个感动的一刻给记录下来，小宝宝的诞生，小宝宝打喷嚏的瞬间。师傅，我第一次知道你有看人家交配的兴趣。没有。师傅，我第一次知道你有看人家交配的兴趣。没有，没有，是因为他是熊猫，好不好？哦。这个伐木区是谁盖的、啊？什么房区？伐木区。伐木区，伐木。伐木区是谁盖的、啊？挖沙子那个啊！白痴哦！啊！死了吧！下地我要去看你干嘛？哎，你看这，你看你们两个干嘛？不要，没事。你们知道两个人在干嘛吗？看到团团在我床上看着我，哎呦，要求我，看着我。
看着我。哎呦，要去吧！哎呦，他想看胶。哎呦，他想看交配不是吗？他想要第一眼，你的第一眼只能不是吗？配不是吗？配不是吗？有时候很希望酱油讲话的音不要拉那么长，因为真的好难剪哦。不是吗？他想要第一眼，因为他讲话都是团团，我跟你说，只要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你的第一眼只能看到他、啊，没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你要解这个任务不能来找我啊！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讲人家这样，听我解释啊，听我解释。我先去找一下番哦，初点心战争，你也不能，你也不能成功。为什么要口急？为什么口急？你没有，因为我在犹豫，我要不要讲出来？我怕我讲出来会被。你是怎么了？你没有，因为我在犹豫，我要不要讲出来？我怕我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很不能按 Ctrl 力，真的是很酷哎、欸。好口气。你是杰克，等下，这是杰克。嗯，我从上面也有。你也不能，你也不能成功。为什么要口急？为什么口急？没有，因为我的。哦，你这边是直接复制哦。杰克。为什么口急？没有，因为我在犹豫，我要不要讲出来。我在犹豫，我要不要讲出来。然后这是抄那个抄那个抄抄作业抄错题目，抄错格。你没有，因为我在犹豫，我要不要讲出来？那就不用了。你也不能，为什么要口急？为什么口急？你没有，来，你没有。没有，然后杰克往下拉，这样。我操！口气，你没有，因为我在犹豫，我因为我在犹豫，没有因为我。你没有，因为我在犹豫，我要不要讲出来？我怕我讲出来会被你杀了。你在讲什么？我原本想说，我原本想讲，哎呀，我原本想要讲，就是跟你也没办法，因为你是铁斧棒，铁斧棒，铁斧铁斧棒，怎么是铁斧棒啊？铁斧棒的斧是哪个斧啊？铁斧。我记得不是这个符吧？等一下哦，看这个最快了。对呀、啊，符，这个符，狙，办法，因为你是铁符棒，铁符棒，是什么？我刚刚断麦，是什么？因为你是植物，你是植物，食物吧。不要，不要，有两种，你要两都可以啦。哦，我觉得那边有杀气啦，有点危险，我觉得暂时先不要靠近。把我打死啊！快点啦！真的，真的。第一颗苹果，快点啦！把我打死啦！没有啊，流产血啊！快点啦！不要流产，不然就是你要产血喽。来呀，大家一起产。好，都一滴，都一滴，半颗心生存，哎、欸，不错哦。半颗心生存，哎、欸，不错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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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标题可以哦。生存，哎、欸，不，我觉得这一集应该都是在改顺序吧。
因为这一集声音真的太多了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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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标题可以哦。辛苦杯面了，然后马上完结。怎么回事？对啊，马上完结。我们要让大家都变半颗星啊！不要，半颗星，都变半颗星啊！不要，半颗星，哎。半颗星，哎。他们同时 A 是怎样？我忘记了。不好意思，再一次。你看，如果这没有调的话，酱油又上下，跟团酱油可能上下不换。不好意思，再一次。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，我不听。你够追。小雨，我跟你解释。哇，你听得懂？我应该笑到讲错字吧？因为我知道健福棒啊。小雨，我跟你解这个。哪个？够注意力，够注意。小雨，我跟你解这个。你听得出来小雨在讲什么？我都听不出来哎。你俩怎么听的啊？小雨在讲什么话？这样。小雨，我跟你解这个。小雨，我跟你解这个，我只听到这马氏而已耶，你怎么听的啊？这什么？什么？因为我记得小雨有去巡捕马。小雨，我跟你解这个，哪个？长一点。这个，找人进行弓箭 PK。哪个？哪个？这个，啊，这样子还 OK， 这样就 OK 啦。啊，再看一次哦。小雨，我跟你解这个。哪个？这个，找人进行弓箭 PK。嗯。哪个？这个，找人进行弓箭 PK。可以啊。可以拿到五星。赢的人拿到奖励。好。好啊。PK 可以啊，拿到五星，赢的人拿到奖励。好啊，你再附上你的那个那把弓就可以卖了、欸。真的哎、欸，卖了。这里是盖一个城墙，要不要吃？不知道吃晚餐了，差不多啦。哦，盖一个城墙要二十颗，啊，我也找25颗。夜幕哎、欸，啊，夜幕又来了，夜幕又来了。我引过来，再射了。啊！完了，我的长生点，不小心中了。因为有时候，因为有些人还没讲到话，就先去看那个字，真的也是有点痛苦。这样子，有长生点。嗯，这样子。三，不小心，有长生点。三，不小心，有长。这样子，就这样。第三，不小心，有长生点。完了，你要怎么去捡到了？为什么？抽不到。没有啦，我长生点不小心射在村民家了，请问有人要听到？白痴、哦！那你可以把床打掉。对啊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。把床打掉，然后死掉就回来啦。你死掉就回了啊。一二三。只是你死掉的位置会很棒而已。啊！哦。死掉就回了啊。一二三。只是你死掉的位置会很棒而已。啊！哦，烦欸。我在看说位置会很棒而已。你看，先讲话好还是？因为有时候我觉得
下面是长，上面是短也比较好，而且很纠结啊，像这样子，上长下短就怪怪的，像这样子哦。啦啦，你死掉就回了啊！一二三，只是你死掉的位置很棒而已，对吧？第一集吗？啊！哦，烦欸，这有点暗。半砖，垃圾半砖，这么生气啊？对，对啊。请问我可以偷偷的传送杰克吗？我觉得到重生给我一点。你要。要跑掉，要跑掉，刚刚在一楼，啊、我覺得跑二楼去了。到重生给我，不要那里，剪下。这里新增，偷的传送杰克吧，我觉得到重生给我也。对啊。请问我可以偷偷的传送杰克吧，我觉得到重生给我也。你要喊咒语。你要喊咒语。好，你讲变好吃吗？没有，就是你自己想的咒语。听我解释。听我解释。好。好，好，三二一，啊，怎么死了？哦，等一下，啊，我没有错，你要这么早？我们在被怪打哦，毒窟是不是啊？一剑就结束了，哈，是啊，啊，这边才是黑。是不是啊？一剑就结束了。啊哈！崩溃了。耶！嗯，你去配。要求重赛，太短了啦！要求重赛。谁在踩？我听到有人踩到那个的声音。不是。我审核到发呆了，完蛋了。就是你，有他。有他。老鹰咬的不是我。大老鹰，老鹰啊，真的啦！是吗？哎，真的。哦，就只有你会骗人好吗？真的。哦，就只有你会骗人好吗？你害我误会繁星呢，我要砍出去。我看到小鹰啊，白痴啊！我要砍出去。星呢，我要砍出去。繁星呢，我要。我误会繁星呢，我要砍。没做过做什么？砍爆你！砍爆！好诶、欸！哦，16颗苹果。我需要九颗。九颗什么？没有，我要发。回复药水给大家。哇！三个幽灵眼泪，我在狂回复药水哦。嗯。哎呦。嗯。不是那个金西瓜药水，那个是治疗药水。我知道是治疗，点击订阅。那个是金西瓜药水。我知道是治疗，点击订阅。那个是补血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个不一样。嗯，我可以拒绝你的药水吗？刮药水，那个是自由药水。我知道。不是那个金西瓜药水，那个是自由药水。我知道。
不是那个金西瓜药水，那个是自由。那个是自由药水，我知道它是治疗，点击订阅。那个是补血。哦那个是自由药水，我知道它是治疗，点击订阅。那个是补血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个不一样。我可以拒绝你的药水吗？治疗，点击订阅。那个是补血，那是治疗，点击订阅。那个是，点击订阅。那个，那是治疗，点击订阅。这样就好了啊。想说这边干嘛分开？那个是补血。好啦，那是自由药水，我知道它是治疗。点击订阅。那个是补血，那个不一样。嗯，没有。金西瓜药水，那个是自由药水。那个是自由药水，我知道它是治疗。点击订阅。那个是补血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个不一样。我可以拒绝你的药水吗？不，不行，不能拒绝。啊！给我喝，给我喝。我上下颠倒啦。我喝。塞你嘴，灌你的头，灌在嘴上，喝下去，喝下去。刚才上下跑，上下跑，好累哦。阿基，你会跳吗？喝，塞你嘴，灌你的头，灌在嘴上，喝下去，喝下去。就是非把它做成那个飞剑治疗，我才不管你，给我掉你的头上，听，直接喷到身上去，调低的方式。哦天哪、啊，我打了一个晚上的怪，好棒哦！他讲什么？调低的方式。哦天哪、啊，我打了一调低的方式，一个晚上的怪，好棒哦！真好，好棒哦！你最棒，我最棒，好棒哦！你最棒。我最棒，让我，你上礼拜不是耶？那我射到小雨了，真的是射到杨洋，我是杨洋哦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成功了，世界冠军，哈哈哈哈哈，耶耶，我们射到呀，我是不是要重上一次这边的字幕啊？我的天啊，等一下好。这边是哪里？这个是这个 ，Yes， 妈呀，射，杰克，耶，杰克，克，耶，然后再一次，耶，耶。那几分？十三？我怎么捡的？挖沙子那个啊！那不打吃哦！啊！死了吧！耶耶！我没射到。十三，有人被射到啦！那小，22分43，接过去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耶耶，我没射到。
我被射到了。我是杨康哦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成功了，世界冠军。哈哈哈哈哈！耶耶！我们射到了，射到了，射到了，射到了！而且超级明显的，我完全没有藏，然后就走过去踩了。他就是没在看嘛。他没有防备心。啊啊啊！哎呦！靠腰啊！好啦，感谢。那我打，要打中文还是英文？打飞翔还是你的英文？挖沙子那个啊。先问一下，现在来得及改上完的吗？才改完就完。什么呀？在讲东西。先问一下，现在来得及改善完了才改就完了。你在讲什么？先改善完了才改就完了？你在绕口令吗？我是海豚哦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海豚，我怎么记错了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啊。你加消费有点符号，那你再跟我讲，你是上哪一部啊？我也看不懂，对不对？你讲什么？上完字幕还能修改吗？我不知道，有没有解决掉你？解决到你的问题。挖沙子那个啊，打吃哦，笑死了吧！下次我要去看你干嘛？哎，你看这，哎呦，你看你们两个干嘛？啊靠！哎，挖沙子那个，挖沙挖沙子那个啊，打吃哦。我这边好像也没上好，因为在太前面的没有注意，因为上下盘看繁星。挖沙子那个啊，打吃。团团，哈记团团，哈记团团影月，团团影月。你看这，你看你们两个干嘛？什么？我在干？我说这边字幕太乱了，因为声音太杂了，很难，这很难上。耶耶！我被射到呀！射到！耶耶！我被射到呀！射到！海林安安，你要说听我解释了吗？听我解释，不用解释了。哇，改这个考卷改了也快一个小时哎、欸。好啦，那我们回来麦快吧。就知道其实 CC 字幕已经比正常上字幕还要快三倍时间了吧？然后杰克有说什么自动上 CC 字幕的软体？可是昨天又听那个杰瑞说他有用过，可是用上去也是要两三个小时，然后也他也没有审核说里面有没有很完整之类的。把原因都讲出来了，我已经讲完了，你听到了？解释完了，我解释完了。好了，开台了，开台了，开台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在看白痴哦、喔？好，我们回来啦。选项，声音，哈喽哈喽，晚上好，哇，下午好，啊，你怎么，你够受伤啊，哇哇哇哇哇，能去修他。
估计是三颗。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哇，五颗哎！你是受了什么伤？史莱姆咬得到他吗？我们再稍微改一下吧。咦，这里我不够了哎。读书拜拜。想到杰克之前的 ATM 大喊好，那个音效包还存着啊，还在啊，还在哦。这里三格宽，这里这是两格啊，想说放上去的话，嗯，也不对，应该好啦，酱包有没有效、欸、因为那时候危机是说史莱姆会先侦测玩家，没有玩家才会侦测铁魔像，应该这样可以吧，看到脚，嗯，去看一下，嗯，我帮忙用完上字幕状态列表，繁星等等可以帮我订选吗？上字幕列表，什么上字幕列表在哪里？爱台语，白痴哦、喔，那个爱台语超好笑的哎、欸。上字幕列表，订选，好了，我订了。哇，这么多人抢着弄，我的天！然后我要去拿灯，等一下哦，杰克的好吗？在这里啊，等一下哦，杰克的好，平乐自制，然后排序方式，名算了，应该在下面，杰克这个。然后团团的团团在哪里啊？这个还是有点好笑。你的香蕉呢？你的香蕉呢？你的香蕉呢？没有，我香蕉在下面啊。哈基，你的香蕉呢？你的香蕉呢？你的香蕉呢？没有，我香蕉在下面啊。哈基，你的香蕉呢？你的香，我喜欢吃炸胖胖啊！我喜欢吃炸胖胖啊！我喜欢吃炸胖胖啊！我在吃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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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路亚，开走！路亚，开走！不是北齐吗？真好笑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的铁栅用完了、喔，好像是哎、欸。我想问教主上字幕的习惯，因为我怕上错的时候上错的。那我跟你讲一下好了，就是通常我们人习惯看的就是最先讲话的人都会在下面那一排，像刚刚有提到啊，你看哦、喔。你解释，因为
因为最下面这一排一定是我的习惯是位置，而且看很多就是影片都觉得说最下面这一排都是先讲话的人，然后上面这个人才是再来讲话的。那再来就是比如说酱油在一楼，那就让他在，如果他第二句话还有酱油的话，一样都让他在一楼，懂意思吗？我已经把原因都讲完了。像你看前面这边，前面这边。啊！死了！你好，你看，这边啊，团团在一楼，哈基在二楼。白痴哦！啊！然后现在我在一楼，音乐在我在二楼，音乐在一楼嘛。死了！然后你看，白痴哦！啊！你看音乐一楼，我二楼。死了！然后音乐一楼，团团二楼。哎、欸，你看这，然后你看团团又变成一楼，他从二楼又掉到一楼去，所以这样子有时候穿插看又很辛苦。你跟我相反，上长下面短，哎呦，你看你们两个干嘛？其实上，因为其实上 CC 字幕没差，因为 CC 字幕它有个黑框，就这样包起来，我觉得还好。啊，如果是上其他普通字幕的话，可能就是我在中间讲话，小雨会出现在左边，团团会出现在右边，这样子，就是不会都在这边，除非我们都是讲类似的话，字不会太长。干嘛？天哪！哎呀喂！哎呀！下来，下不来，好下来了。看看大家。对啊，我们中间是没弄到。好下来的。你看团团二楼，哈基一楼。然后团团又摔下来了，我这边没有弄好啦，因为那时候我忘记要干嘛。就讲意思嘛，对啊，我们这里他又跑回一、欸、跑回二楼了，可以改吗？编辑影片字幕，编辑，我找不到在哪编辑了、欸，哎，糟糕！字幕，我可以、欸，哎，挖沙子那个啊，白痴哦！啊，死了！下地，我要去看你干嘛？哎、欸，你看这，哎呦，嗯，然后。小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你要说听我解释了吗？听我解释，没有不用解释了。我已经把原因都找。嗯。哦。解释了吗？听我解释，不用解释了。我已经把原因都讲出来了。我已经讲完了，你听到了？解释完了，我解释完了。好了，开台了，开台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台。听你解释。我没有，我已经把原因都讲完了。啊，就是。啊啊。等一下，我死掉瞬间敲钟是不是太刚好了？你跟我说，这叫做刚好了。你跟我说，这叫做上钟，太刚好了。你跟我说，这叫做上钟。对啊，我被敲上钟了，是不是？天哪！哎呦，哎呀，下来，下来，下不来。哦，下来了。看看大家。讲意思嘛，对啊，我们。这里根本是僵尸村哎、欸！僵尸村啊！我们要不要把
这附近全部擦亮啊。好吧。OK。发布编辑内容。啊，小院加油！啊，应该给你们自己上那个被公审的那部影片才对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上那个影片才好，才棒。叮，叮，叮。其实我想用酸绳吊在半空中，让它荡啊荡的。你们还在弄？啊？照我讲话而已啊！但是你给你们上啊，那会比较好上啊，就不用分上下了、啊，不是吗？我估计没人会想上那个，不会啦，会除了被公审名单以外的人会想上啊，对吧？没在公审名单里面的，上那一部就不痛啊。这什么画面啊？游戏麦块。会离玩家人士格外。所以看不到哎、欸，我再想一下哦。那这边不行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挖掉，挖掉，你不要乱摸人家啦！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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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看不到，所以要这样子。哦，那可以这样子吗？就都留一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，再去上面看。上我说话就好了吗？没有啊，那部影片就只有我在讲话啊，没有其他人啊，所以那部其实是更好上的、啊。诶、欸，郭府的才子，那部就是只有我的声音啊，所以通常。上单人影片会比多人影片轻松，是你不用再拉注意去听别人讲什么，你只要去那个上自己的颜色，然后听自己的声音，你总不可能听不出自己在讲什么的声音吧？就像酱油，你有时候真的要去注意听他讲很多次话，才会听得懂他在讲什么。哎咻，选项显示设定。六个，我有生怪哦。哎呦，这样可以哎。七样东西，选项显示设定，三个。八个、九个、八个，你不要乱打了，那铁巨人，北吧。其实这样还不错，就是
至少小的铁巨人摸不到，然后小的一踩上去马上死掉，至少东西都收集得到。哎、欸，直接看他生的瞬间呢、欸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显示设定好六，又是史莱姆的显示。再一个吗？七，你这史莱姆看不到，空，他干嘛？他是侦测到我吗？怎么可能？然后走在这里。七就好像不太会升欸，所以要设六。欸，有升，185应该有算到。显示设定，昨天有去看人家玩动物声友会，哎呦，真大的。然后就看到人家在刷狼族，我就觉得，也看到他自己有说那个啦，他有贴文嘛，他有说他没有买的原因就是因为会有什么，攻略法、啊、什么东西，就是玩游戏是为了，就变成玩游戏是找攻略在玩啊，我怎么看那么多瓶分页啊？天哪！好，显示设定。没有，我主要是怕说，我到时候再玩了之后。还会有一大堆人跟我讲说，靠呀，小声一点。会有一大堆人跟我讲说啊，你可以盖那个什么什么，去做那个什么什么啊，讲了一大堆啊，懂吗？当时我玩新入股，没人敢教我，是因为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怎么玩。那时候我是冲首发嘛，那现在就是我是已经玩了快两个礼拜在玩，然后就一定会有很多人已经玩过或看别人玩过，然后跑来教我怎么玩。边看叫直播，边用电视追首播。哎呀，你用电视追首播，我的天哪！你该不会是旁边有家人在看吧？有的话，今天这一集好像还好。那繁星要不要加入编辑列表？那个怎么加编辑？怎么加编辑？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好像还有个用语是哈基他们家才会有的，什么？林阿妈歪歪，对不对？林阿妈歪歪，我爸这边吓到就是直接，林阿妈歪歪。选项，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好像没有开车内容吧，也没有什么大好笑的。对，我就想当水果杀手哎，专门杀那个水果兵。杀水果不是开水果摊的。
都到了吗？都到了吗？今天到的人，找谁？找小雨，小雨今天请假。要请假、啊，杨洋也没有吧？杨洋长期放假，他长期不见了。哦，他连这个，他连这个也被隔离了。他哦，哇哦，原来是这样吗？好、哦，那、哦、你他要出国了，是不是？把杨洋先拿掉。我们今天的活动呢，就是除了我们上面告示牌，不是有一堆那个自由任务吗？我们这边有限定任务，它、这个任务呢会跟某一位玩家有关系，这个任务是跟这个玩家要互动之类的。嗯、那这个东西、嗯我已经放了总共七张纸条在里面。嗯，我今天总共六个人，那就抽七抽六。然后这个先不要看，这边先不看。好，不看不看。然后另一个里面是会要你抽一个玩家，我们这边的其中一个玩家这样子。哦，没错，就是抽到这个什么任务，然后要去找谁这个做这个任务。哎，不能讲出来、哦。对，不能讲出来，不能讲出来。秘密任务，这样才好玩呢、啊。我妹好像喜欢看你们轻松生存系列，我的天。哇，那个都就没了。这样要小心哦，不要讲出来。这样不要不小心讲出来哦。听我讲，我很有可能的、哦。这个的话呢，如果对方猜出来用猜的话。你的奖励猜到被猜到了，只剩一半，奖高砍半哦。完成之后让他猜吗？不是，完成拿到奖励就没了。就是如果他还没拿到奖励之前，你猜出来他的任务是什麼，他要干嘛这样子？对，哦，剩一半。那如果要跟谁的话，跟谁那个部分可以讲吗？我不讲任务内容。影院这个说辞声音超像屁孩的。就反正我今天跟定你了之类的。好、可以，这个就当都 OK， 都 OK。哎、然后这个怕，因为怕说会不会抽到自己，抽到自己的话就没办法解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如果抽到自己的话，要全部人重抽，全部人哦。对，因为我怕说一个循环，我们六个人，然后五个人在那边循环，最后一个人抽到自己，那就尴尬。好，对对对 OK， 好，下一个繁星。我挖点那个铁稿。是什么？哎、你有没有稿子啊？帮我。那种就比较久了。右边这个。哎、欸。抽到自己算了、啊，抽到自己就重来哦。哦，白痴哦，抽到自己啊！哎，重抽啊！人就全部重抽了、啊。人吗？人重抽。人重抽。你们可以先抽一下吗？等一下。啊？同一个吗？列表弄什么？你把我抽到我自己，那就重来啊。然后、哦、ID 打错是不是？打错。打什么？我好想看啊。PAN 哦。PAN。你是说要重新编辑是不是啊？那干脆就不要定选了啊，这样好麻烦哦。因为定选就不能改了，不是吗 ？P H A 哦，没关系啦，那你再去再抽。要改什么啊？还是自己啊？全部放回去了，我放回去了，放回去了。三次都同一个了，这样对吗？哎、欸，我抽自己了呀！我抽自己了。重来，抽自己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等我关台，我去问你。我关台去问你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天亮。等一下，很忙。可立了。你不是可立了？有奶哥，站起来喽！鲑鱼要被咬死了。我再回血，我不怕。酱油是吧？应该把任务区包起来。没，我刚刚抽到繁星，繁星。自己啦。哈哈哈哈哈！自己的，哈哈哈哈哈！还是自己的，你自己换位置啦。有了。僵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每个人拿了一个任务，这个任务呢不能让对方到，那知道的话你奖励就直接没了。啊，如果是对方猜出来的话，你奖励只剩一半。没关系。我在打草，我要钻石。哎、我也在打草。来，不然一起，来，一起。真的是要可能要孤单到快一小时啊！因为我好想用水哦，可是我觉得有人。你有火把，你不要那，不然你把火把插回去。不要那哦，你火把要放好哦，不能乱放哦。好，那我出草就好。没有，其实应该上次任务应该是这个才对，上次打这个打太快了，小鱼马上打完128个种子，结果草还在。啊、这个任务要晚上才能进行，我的也是要晚上。我觉得，我们晚上去打怪。我好像知道你要干什么、欸，哎、啊，该不会大家都一样吧？你这个任务有重复吗？没有吧？我不知道哦。我觉得讲出哈基好帅很难呢、欸。是你讲出来了，就真的有没有？讲出来了。没有，不是我的。耶，完成任务。没有开玩笑。好，大家好可怕、啊。又赢我。好险，我们是在高处，不是在低处。哎、欸，那、oh.
那我先把那个元仔运过去。好好好好好。哈基超变态。什么哈基超变态？刚刚泱泱三十二个，你叫我干嘛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我在看你那边很多那个业内。啊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都喜欢来我这。对啊，你这边业内太多了吧？业内之家，大家都没睡觉的关系吧？嗯。可是都在开心的里。对，都在我这里。元仔，好的，我来了。我要芋泥爸爸了。芋泥爸爸。芋泥爸爸。你爸爸运完了，就运你老婆。印尼老婆、哦，我看到了，啊，印尼老婆，印尼老婆，我觉得我做了这个行为应该对，送你钻石，觉得怪怪的。哦，是不是要完成这个任务？哦，你是要完成任务这个？哦，送你钻石的任务。哎、欸，有人家里，你家里、啊、有看到？哎、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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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、oh, oh, ， oh, oh, oh. 但有安德吗？有安德吗？有。我的弟弟啊！不要打！你不要玩他啦！你不要这样子！嘿，这是合家观赏的节目好吗？我只是把他推下床，什么什么什么？推下床？你就站在他身上，然后嘿，走来走去。也没有来了，也没有来了。哦、oh, oh, ， oh. 你是不是想踩他？哎呦！哎呦！没有。哎、欸，你说要打什么怪？其他地方好像也要开门。酱油会不会走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安德，没事。安德在上面。哈哈哈！不是，我在底下。哇！不是，他射爆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把射爆！不要我，我要死！没事没事，我救你了。他们好开心哦。已经开杀了。哈哈哈！你的任务是杀人的。没有，不是，没有。真的是意外，这真的聊天室可以帮我做这，真的是意外。哦，直接把射爆哎、欸！哦，会是掠夺、哦。那你知道？你可以解任务吗？啊？有一个是你知道同时打掉。我知道两颗嘛。对啊。哦。我知道，我拿到了三颗、哦。哎呦，也没有。是不是爱我？你是不是想爱我？想爱你是什么鬼啦？想爱我？想害我？哎呦呀，妈妈咪呀！哎，妈妈咪呀！不行嘞！我在城墙内，可以，高度刚刚好。哎，小，小屁啊！这样，小，我想当战地记者就好了。哎呀，逃走了啦！三叉受不了是什么？要射死啊，很难呢、欸。哦，爆了，好了，我箭爆了，没有武器了，箭爆了，没有武器了，我可以借你斧头。那个谁啊？那个圣，这先借你。圣，哎、欸，应该是你老婆吧，在后面。圣圆圆是不是？走了。因为我觉得等一下朱瑞就会在圆圆的车上。啊？卡了吗？被卡了、欸，我传送啊，卡一下。哦哦，吓死了。一万格，走，一万格。你不能逼乞丐出去打怪啊！乞丐没衣服啊！你身上闪亮亮的，我身上就只有铁的。对，可以、啊。你看，然后怎么影院就只有苦力怕不想杀，还是想叫我打这只哈、啊？等一下酱油，你到上面哇，运下去。乞丐看到亮亮的东西啦，坚哥。乞丐看到亮亮。哎、欸，腾腾。哎呦，那个电话线是正常的吗？你是想要打？你是不是想要打他？你是想要我打他？小佳，你是想要我打他？小佳，有猜中吗？有猜中吗？小佳，不是啦，这边太刺激了啦！好多怪、啊，这边太刺激了啦！你快死了！我们上去回血啦！走！这两个也太嗨了吧！我游泳过去，好。回家先洗澡。我只是给你太强力的武器了。我太强力有吗？没有人这么恶心把它溜丁，这不是台湾的用语啊，那是我的用语啦。但是把什么东西？恶心把它溜丁啊！恶心把它溜丁。还有个用语是哈基他们家才会有的。什么？你敢骂歪歪？对不对？你敢骂歪歪？我爸这边吓到，就是直接，你爸爸歪歪。对，那他阿哈基他爸会这样讲哦。奇怪哦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
哎呀！啊！哦！哎呦！哎呀！哦！哎呀！什么？哎呦！你怎么怪怪的？你怎么怪怪的？你好像怪怪的。什么？我才不会让你得胜呢！你的任务是不是引人开车啊？白天的啦！哎呦！哎呦！好刺激哦！嗯，还是斧头。耶、yeah, ，我们都来了。这个是不是卡了？卡住了。我跟你说，给乞丐的东西不能要回去，很没礼貌啊。那只是借你，不是给你。你带我出去打，还叫我还你？你好没礼貌。对，就是没礼貌。我要把他运回去了。是想爱我？你老板歪歪。白痴好啦，今天到这边，我去看一下他们西西字幕人员说什么，我去那边弄一下。好啦，那我们晚上七点见喽，各位晚安，各位拜拜，记得吃饭哦。巴拉雷姆，对啊，他自己会讲巴拉雷姆啊。